让他过来追吧。好，大房我的家，我猜他是抓画家啦。对，抓画家。可是抓画家没有好处啊，因为画家那个挂影的那个时间。嗯，张 QQ。地下室在小屋还蛮赚的。女巫，女巫，中间抓我。哦，女巫就好好好好那个了。小心，就打回马枪。早就抓。哦哦哦哦，干，白痴，干我。干嘛？你突然零？我打断过去要下板，结果画家把板下。哦。然后我直接把他隔到外面，然后我就被打。还好啊，对啊，對还好。干八七啊，只是没被分身打就有点亏啊。没有啦，只是凑巧而已。哎，他在我背后。我就倒原地了，反正不会干了。啊，还是吃点车，但是线不太多了，就说得去找那个画家去那个小镇去，等他们走。好像剩一台人皇，哦，小门没有，小门那边呢，啊，我去帮忙帮你那个。他就不知道，他就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在这里。但我没有受难，所以他看不到。闪他吗？可以哦。我想挑进那个大房，你想看能保不保赢？我们下。哎！闪现，哎，能摸吗？想摸就好了，那够够够够够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都没闪现，还想干嘛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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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他放弃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找画家，欸，他原生在人皇。我先补你，我先补你。你先帮肖小女吧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肖寄生啊，干！干先行。哎呦，他在干嘛，啊？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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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。这是他闪现，这是他闪现。你走进来一点，走进来一点。他不敢走，他不敢走。对对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我这边，我帮你补。哎，欸，没办法吧，没办法吧。没有，要逼他过来而已，逼他过来而已。我打断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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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哎呦，肌肉手要先消啊，在我旁边，在我旁边。哎，不消寄生，在干嘛，啊？那女巫最关键是寄生这个东西，她是不消，那么硬要补你，真的是哦。他原生那个管那个。你不能。他得去强制寄生，他得去强制寄生就有。对啊。然后我就，他不过来啊，过来啊，你去吃寄生啊。你怕屁啊？啊，他要干。OK。消寄生啊，大哥，消你妈逼蛋！你到底要不要消？到底？我帮消，我帮消，我帮消。哦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吓死我了！你在想啥呢？他就一直要敲呢。消个机身有多困难？你跟我说，真的是。抓画家，小推还有一台。你查画家，画家他那个。那个没有被挂过。你去修小推的啦。本体标在我这边呢。哦，那他找你。我跟你走在一起好了啦。他们他们两个自己去想办法，不然呢我很头痛。没差没差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
看他的大腿了。哎、欸，过来。你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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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手速不够快啊！刚才想抢都没抢到。嗯？他放弃了，放弃了，他放弃了。没有他，哎、欸，本体还在这边呢。哦，就等你，来来来来。没有啊，我就直接面前，没有，你不用来，你不用来，我直接他脸上。我会笑，我就要不要打我？我就在你脸上笑。拍个照，拍个照。等等等，好了，你帮我笑好了。这样卡着他也闪不到你。想什么呢？我站在你这边，就是他不管怎么寄生都没有用啊。哎、欸，压好了吗？压好了、啊，但是他不知道抓谁。我的有闪现，你的也有嘛？你的差不多 CD 好了。嗯，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本体标在我这边呢。没差，等下他一寄生之后就先消就对了。他们压好了，可他们一直不开。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怎样。先开吧，为什么开？都要开啊。寄生差不多十秒。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，本体在我，哎、欸，我去你。在我这边啦，找我啦。Okay.你是什么动作？为什么会打我？哈！地位有大动。哈哈哈！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这边有地窖，这边有地窖。门还没开，门还没开。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是谁啊？哎、欸，我可以走地窖，我可以走地窖。哦，我能走，三秒钟。哎、欸，他本体在这里。我死了。等一下哦。九斗，直接可以啊。他本体在小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这位置会不对。我先吸他一下。啊！可恶！等一下啊、哦！哟，磁铁加速！哈哈哈！笑死我！